现在觉得怎么样？这不是大司空府吗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是做梦？夫人，奴婢给夫人擦把脸吧。是梦吗？怎么这么真切？你到底希望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还是你想大司空府想得发疯？ 做梦都得弄个大司空府出来。真的是你，碧香。夫人，奴婢给你准备吃的。来，慢点。 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不在这儿，你还想在哪儿？我也不想你在这儿。可惜啊，我在树林里打猎的时候，发现你昏睡在树林里。我不把你带回来，难道还把你丢在那里任你捕食荒野？哎，你为什么会在长安郊外啊？是不是痴心错付，某些人对你不好？ 你才想起我的好来，迫不及待的回大司空府来博取我的同情。是你，是你叫香无尘把我捉回来的吧？香无尘，我好像很久没见过那个臭老道了，你怎么会提到他呢？哎，别动，刚才太医来瞧过了，说你身子十分虚弱，这几日最好卧床休养。真不晓得 你跟高床宫过的都是什么日子？不劳大司空费心。能走你走啊！这种气息，仿佛从我稍有知觉起，就包围着我冰冷的身体。 脚扭到了，脚是我的，不劳你费心。夫人，夫人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奴婢正为你准备你最爱吃的桂花砂糖糕呢。快去，叫太医过来。是。
你恨我？因为你是宇文邕。主上放心，看护夫人的太医属下已经安排好了，她的伤不在身上，在心里。夫人好像吃了很多苦，可是夫人这次能够平安归来，也是吉人自有天相，主上无需过于担心。只是夫人这样回来了，大冢宰那边也该有个交代。哦，还有，听说大冢宰这段时间与突厥来往甚密。阿庸，阿庸，婉儿，是什么花开了，散发出的香风，把你吹到大司空府来了？婉儿听说青锁妹妹回来了，赶紧过府探望。妹妹可好？她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如此潇洒的日子岂能不好？倒是我与婉儿久日不见，该当叙叙旧才好。婉儿自然是想与阿庸叙旧的，可你近来都很少去大冢宰府，我想见你一面都难得很。我听说近日来大冢宰府的客人络绎不绝，我去了不是讨扰了大冢宰做正事？倒是来了一些突厥人，我刚从大冢宰府出来的时候还看见他们在花厅饮酒，说有什么大喜事，居然还说到社稷之福。主上，恕属下多嘴，主上不是接到皇上的圣旨今日要进宫面圣吗？哦，对。婉儿，只怕我要先到宫里一趟，不如我们改日再叙。阿庸，改日，改日定当陪婉儿好好聊聊。我先走了。杨姑娘请留步，夫人正在休息，不便见客。哼，袁青锁还真是命大，这样都死不了。回来也好，我倒要看看你究竟会死在谁手里。夫人，您就吃点东西吧，太医说你身子虚得很，你要是再不吃会撑不下去的。夫人，主上，夫人她一直不吃不喝，必相心里害怕。青锁，来，把这碗参汤喝了。出去，把这碗参汤喝了，随你怎么恨我。滚出去！你这样不吃不喝，会有性命之忧。我死我活，与你无关。你不吃不喝，怎么有力气恨我？吃饱喝足了，再来找我报仇。来，把这碗参汤喝了。大司空府就是人参多，你打一碗，我就让人再熬一碗，直到你肯喝为止。你是觉得这么喝没心意是吧？那我用嘴喂你喝怎么样？你，这才乖嘛，下去吧。是。我卑鄙，我再卑鄙也比不上高长恭卑鄙。把人带走了，不好好照顾，弄成这个样子。他都对你做了什么？他对我做了什么？你根本无权过问。说到卑鄙，没有人能与你宇文一族相比。你恨我，我不跟你计较。
你要是胆敢侮辱我的先辈，我绝不轻饶。侮辱？宇文邕，你父亲宇文泰当年率兵去江陵，屠杀无数，其中就有我的父母兄弟。宇文邕，你是我杀父仇人的儿子。站！谁把司空辰带到这里的？走！你在胡说什么？宇文邕，你是不敢承认吧？你们宇文一族做了什么坏事？你会不知道？是谁在你面前信口雌黄，编造了这些颠倒黑白的事？是高长恭还是谁？是我亲眼所见。亲眼所见？你恢复记忆了？你都想起了什么？你终于承认了，只可惜我没有想起全部的记忆，否则我一定会告诉你，你父亲是如何的残暴不仁，你又是怎么的诡计多端。那不过是一场战争。战争？战争就是你宇文一族用来杀戮抢掠的借口。我没有看到什么人跟你父亲的官兵作战，反倒我只看到那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，那些无辜的老百姓遭到你们的杀害，我的父母兄弟遭到你们的杀害。你们宇文一族的手上沾满了他们的鲜血。袁清锁，你怕了？我说过那只是一场战争。高长恭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为什么让你的眼里只剩下了恨？你的聪慧呢？你的机灵呢？他怎么对我，我都无怨无悔，反而是你，你这个绝情寡义的人，惺惺作态，假装对我好，可当我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哦，对了，你心里只有镇魂珠，你只能在你的大司空府里足不出户，你这个伪君子！我，宇文邕，我看不起你。你可以轻视我，但是我宇文一族是不是欠你的命，自有公道。公道？这句话从大司空的嘴里说出来，还真是可笑。可笑？可笑的是你。你当初毅然决然的离开，就不该如此狼狈遍体鳞伤的回来。袁清锁，你大可对高长恭无怨无悔，可你的命是我的，这一切都由不得你。春留着冬的痕迹，秋留着夏的痕迹，司空大人心中却都是袁清锁，可袁清锁心中心心念念的却是高长恭。你来了。唉，我虽然忙得很，却很难不时时记挂着司空大人，记挂着这大司空府里是否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哼，早就是眷属，可并非是有情人。此话当真？我还以为你这颗痴情种子种错了地方。你知道我的心，也知道因何救他回来。怎么，我脸上有东西啊？东西倒是没有，面具却多了一个。依我看，你比高长恭还累，他不过是戴了个假面具，而你却戴了个真面具，真的摘都摘不下来了。
我是心疼你，表面上风花雪月，风流倜傥，可实际上放眼这大周国，最苦的那个只怕就是你了。而且没有人知道你的苦心，没有人知道你为了这个国家所做的一切。为何不把这些事情跟袁青所说清楚呢？说清楚什么？说清楚你是他的恩人，不是他的仇人。你第一时间确定了他在小春城的消息，就开始计划去救他。第一顿不惜一切直冲小春城，吸引敌人的注意力；另外一队由南门袭击，假作偷袭，视为拖延之计；另外两队从这里、这里沿途上去。主上，你们一早出发，我会便装跟上，随机应变，听我号令。是。是不是小春城那边来什么消息了？主上，恐怕这次您去不成小春城了。什么？皇宫里传来消息，说大仲在蠢蠢欲动，看来要采取什么行动。主上，小春城之行不让属下。你留在我的身边，去，把我的青鸟取来。主上，快去。是。主上，主上，真的要用青鸟？青鸟非白，白鸟非青，万不得已，亦非升空。为了青松，我必须这么做。你竟然出动青鸟召唤我来，什么事这么重要？武臣，这是小春城的地图，一切都托付给你了。你我曾经约定过，除非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要事，或者情非得已，你我之间是不能私下见面的。这就是大事要事，情非得已。区区一个元青锁就值得你动用青鸟？它很重要。宇文邕，我是天罗地宫的朱雀卫护法，不是你的属下，我不会跟你一起用事。除了你，我再也找不到可以信任的人帮我了。这事太过冒险，不过仅仅是为了打开天罗地宫。为了我自己。为了你自己？是为了我自己，我不能不救他。你凭什么相信我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帮你救袁青锁？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朋友？宇文邕，我做你的朋友和你心意相知，是看中了你的人品，你的才华。我是为了天下安危，为了社稷百姓，而不是为了儿女私情。难道你忘了吗？青鸟一出，就是我们要共同守护天下的时候。可你，青锁到底有什么好，值得你去这样做？他顽皮、闹躁，有的时候又疯疯癫癫，跑来跑去，毁了古董，烧了卧房，没有一样好处。可我就是会想，他在哪里？他过得好不好？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武臣，你答应了。这地图你拿去。地图你拿回去吧。看来你已经有主意了。我们天罗地宫的人都会留一手，小春城的破绽不是你那些侍卫随便上山打探一下就能打探得来的。我告诉你，这次如果不是我出马，你就是去送死。你也不希望我死是不是？交了个你这样的朋友，到底是我的幸运呢，还是我的不幸？你放心吧，小春城的破绽与诸葛无雪的心思，我了如指掌。我一定帮你把袁青锁带回来。早知道带他回来会如此天翻地覆，
我真是，你可知我父亲当年亲征江陵的事？不消我说，你也知道，确有此事。怎么，袁清锁跟当年的事有关？现在还不是很清楚。吴臣，帮我个忙，查清楚袁清锁的身世。你这是在难为我。宇文护把袁清锁带入大冢宰府之前，根本就没有人见过他。只听说袁清锁父母双亡，由大冢宰夫人抚养长大。哎，或许去一趟大冢宰夫人的老家，就会有发现。哎呀，我这青鸟啊，快变成袁清锁的青鸟了。你愿意去？我不去又能怎样？他一副死意已决的样子，总不能每天由你灌汤灌水来解决吧？那就看你的了。清锁心里的伤不止高长恭，而且我自幼心中也有一个谜团。谜团？对，谜团。父亲出征江陵之时，我已五岁，一心向武，阴差阳错曾随军前往，后来我受了很大的惊吓，被护送回长安。从此以后性情大变，偏爱习文，温香软玉，厌恶武器，不喜征伐。也就是因为这件事，江陵之战以后，我才会被魏朝恭帝选去给新立的齐国做质子，以求保国。究竟是什么样的惊吓，会对你有如此刺激呢？往事历历在目。当时官兵屠杀的并非敌军，而是一些百姓。地点也不是江陵，而是距江陵不远的一个地方。地名我已记不清楚，我一直想不清楚，一向爱民如子的父亲为什么会这么做。这件事跟清锁说的不谋而合，要是能查到他的身世，有些事情就可以迎刃而解。包括他对你的恨意？他只是冤我，也许他心里清楚得很，有些事情并不能全然怪我。可是他心中的恨无法发泄，就由着这个借口来向我张牙舞爪。那个最受伤的只怕还是他自己。你呀，你呀，处处为那个丫头着想，已经无药可救了。笑话，这是为了我自己，为了洗清我宇文一族的清白。我问你件事情，你觉得我这几张脸哪张最好看？好了，不用说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最喜欢袁清锁那张脸。与突厥联姻，成则流芳百世，败则祸及家国，势在必行。皇上，大司公府那边可有消息？清锁姑娘还是一直不肯吃东西。哦，皇上，清锁姑娘是因为念念不忘当年文帝出征江陵的事情，所以。今天天气不错，看来朕要亲自跑一趟大司公府了。嗯。你醒了。皇上。朕知道你身体不舒服，吃不了硬的东西，特地从宫里带了些滋补的汤水过来，你每天吃一些，过几天才可以吃饭菜和肉食。刚才做了什么梦啊？睡得这么不安稳。来，小心烫。清锁夫人，您就喝一些吧，也望皇上跑这一趟。好，对了，朕安排了几名厨子在大司公府的厨房，你想吃什么告诉他们，他们一定会帮你办到。我什么都不想吃，皇上请回吧。为什么不吃？啊，朕忘记了尝一尝这个汤烫不烫，万一把青锁烫到了怎么办？来。皇上，你不必为了我做这些事。其实
朕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。朕知道你受了伤，身体虚弱，不知道该如何让你振作起来，最少能让你吃下些东西去。如果你不喜欢，朕马上离开。皇上乃一国之君，卿所承受不起。不要把朕当作是皇上，就当朕是一个很关心你的朋友，或者是你的兄长。只是这个兄长别无长处，只有日夜思念，都在盼望着这个妹妹何时归来，何时才能在兄长看得见的地方开心的生活。就连这么一点朕都做不到。皇上别说了，我喝。朕不能常常来看你，但朕已经将这些汤水的方子告诉了四弟，你想要喝的话就告诉他。你恨朕吗？不恨。唉，同样是父亲的儿子，你可以不恨朕，为什么却要恨四弟呢？朕不是不相信你，可朕觉得此事可疑。朕与四弟眼中的父亲宽厚仁爱，怎么可能会做出屠城之事？或者其中有些曲折误会，朕自会告诉你真相，只需给朕几天时间，可否？朕知道你此时很难回答，朕不求你能原谅，只求能查出真相。是非黑白，朕与四弟必定与你一起面对，如此可好？好。记住朕的话，人生在世最大的目标就是活下去，如果连活都活不下去，那么真与假，爱与恨，又有什么分别？当年江陵的事情还需审慎查明。我不相信父亲会是这场屠杀的真凶，就算万中有一，臣弟是父亲的儿子，自当承受后果。好，不愧是朕的四弟，有此等气魄，就算将来真的发生什么事情，朕也放心了。皇上，朕只是想让青锁的身世赶紧水落石出，好给青锁一个交代。啊，关于突厥联姻之事，四弟不必担心，朕是不会让你娶突厥公主的。皇上，朕不是因为儿女私情才拒绝联姻，实在是自大周与齐国联盟之后，大周、齐国、突厥三方格局已定，如果擅自打破，遭殃的不只是大周的百姓，到时候战火连连就难以控制了。可大冢宰那边，四弟不必担心，你我兄弟齐心，一定没有什么做不成的。四弟你放心，宇文护交给朕，你就好好的照顾青锁吧。是。洛云，这些日子辛苦你了。洛云不辛苦，倒是长工衣不解带的照顾夫人。你们的孝心母亲都看在眼里。母亲，外面风清气爽，母亲的身体也大有起色，要不要到外面坐坐？我就不去了，倒是你
是不是该带洛云出去逛逛？那母亲……我没事，有风儿照顾我就行了。好吧，洛云，你去收拾一下，我带你出去逛一逛，买些你喜欢的东西。好，那洛云命风儿过来，洛云告退。好。长工，这就对手了，羡慕死我了，好一对神仙眷侣呀、啊、看来晋王府马上要办喜事了。站住啊，站住，杏儿，你给我站住。杏儿啊，杏儿啊，这可是我替人家缝补的衣服，你要是拿去还了娘债，我怎么向人家交代呀、啊、撒手，你快撒手，今天这钱要是还不上，你儿子我的命就没了。撒手！不能动手！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怎么回事？他不给我钱，我欠人家钱，我可是赌债。是，家有高堂老母，还在外面赌博生事，还不快向你母亲谢罪？不，他养不起我，为什么还要生我？殿下明辨。小人已经三十有一，可现在连媳妇儿都娶不起，都是因为这个老东西，整天不准我干这，不准我干那。要不是这老东西，恐怕我早就发财了。杏儿啊，我这是造了哪门子的孽呀？你还不知罪？殿下，小人无罪，有罪的是这老东西。啊，杏儿，杏儿，殿下，你饶了我的儿子吧，殿下，手下留情啊，殿下，求求你了，饶了我，知不知罪？怎么，兰陵王打死人了吗？你怎么知道长工打了人？你就告诉本仙子，有没有把人打死吧？没有，我已经安排人把那赌徒好好诊治了。我告诉你，那本就是让人迷乱心智的药。鸟无音，你骗我！骗你？洛云姑娘何出此言？难道高长恭吃了迷情丹之后对你不好吗？好是好，可是长恭性情大变，不再体恤下民，这样下去的话，会失去百姓拥戴，祸国殃民。还不止如此，那药的药效会继续在高长恭体内逐渐扩散，令他不止伤害别人，到最后还会伤害他自己。什么？你快把解药给我。想要解药？好，那就看你怎么做了。我？你想要什么？尽管说，我只要能做到的，一定会去做。哼，这就对了。你只要听我的话，好好监视你们那个所谓的夫人与高成功，一有风吹草动，立即向我报告。我保证，左心丸是不会伤害高成功的。你，哼，我知道，你为了高成功的性命，一定会答应我的，洛云姑娘。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。长工，
渺无音的道。仙子琴艺又精进了，这一曲听来大气磅礴，热血沸腾，若不见仙子，只闻琴音，当真以为是哪位公子在肆意挥洒金戈铁马。哼，原来你跟那些俗不可耐的人一样，女子为何就不能大气磅礴肆意挥洒？看看那些笨男人的所作所为，一个比一个愚蠢，什么大司空，什么殿下，就为区区一个元清所，竟把自己搞得如此狼狈不堪。天下要是让他们来统治，真是浪费。痛快，仙子骂得最好，那些达官贵人、王侯将相，哪一个有仙子聪颖剔透、心曲玲珑？就说这离殇剑，仙子想要，高长恭就乖乖地送过来了。就算是皇帝下的圣旨，也未必有这般奏效。管他什么王孙贵族、赳赳武夫，天底下的东西，只要本仙子想要，就没有得不到的。仙子说的是，离殇剑已经到手，镇魂珠势必指日可待。你在这里吹嘘赞扬我，怕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？吴臣就是对不起全天下的人，也不会对不起仙子的。哼，少说好听的。那日你匆匆离开是为了何事？那日其实并无大事，只不过是一些琐事罢了。琐事？我看没那么简单吧。怕是你得到了镇魂珠的消息。吴臣若是得到了镇魂珠的消息，一定第一个告诉仙子。到了现在，仙子还不了解吴臣的心吗？你的心？你的心我怎么会知道？我只知道这天下人无利不起早，在我身边的人八成也都是心猿意马，趋于委蛇。仙子要这么说的话，吴臣无话可说了，只能把心掏出来给仙子看了。得到三件宝物，是仙子所愿，也是吴臣所想。只要开启天罗地宫，全天下都是仙子的。到时候，吴臣也可以跟仙子双宿双栖，叱咤江湖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我就说这世上人心难测，除了自己，谁也靠不住。燕婉见过仙子师父。你来做什么？我师父，婉儿身娇肉贵的姑娘独自出行到此，自然是做了什么好事。仙子，婉儿知错。何错？仙子命我看守东郊牢房，婉儿看管不力，让人把元清所给救走了。知道就好。本仙子看你一心一意想要除掉元清所，本想帮你个忙，谁成想你这么没用。青龙护法实在是武功高强，婉儿敌不过他。我看你根本就没有阻拦。仙子息怒，若是诸葛无雪插手，他也确实无能为力。让他办点事屡屡失手，这样的废物要来何用？仙子饶命，师父。你求我没用，你还是想想该如何向仙子交代吧。婉儿知错了，请仙子再给婉儿一次机会吧。看在你师父的份上，我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虽然你一事无成，我可还没忘记你的心愿。仙子的意思是让婉儿跟大司空。起来吧。谢仙子。我会尽早安排你嫁入大司空府，让你跟朝思暮想的大司空在一起。真的？那宇文邕就像茅坑里的石头一样，
又臭又硬。我是不想跟他打交道，不过自然会有人让他听话。你是说宇文护？你果然聪明。多谢仙子。现在戏还早得很，若是这次你还不能俘获宇文邕的心，拿不到镇魂珠，你可知道后果？婉儿就算肝脑涂地，也要为仙子拿到镇魂珠。哼，你就安心等着吧，大冢宰自会为你安排。金虎参见大司空。金护卫，不知兄长突然传唤，有何要事？小人不知，大司空请进吧，主上已经恭候多时了。啊，大司空请。兄长呢？主上刚才还在。属下立刻去找主上，马上命人来奉茶。好。大司空。婉儿。婉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婉儿，阿庸，婉儿，婉儿，不要胡闹！好大的胆子！当我大冢宰府是什么地方？兄长，此事实属意外，不是兄长所想那样。大冢宰，都是婉儿的错，请不要责怪大司空。言婉，我看你是严刺史的女儿，平素又乖巧。才把你留在府中当作亲生女儿一样，没想到你不知检点，做出这种苟且之事，我如何能饶你？大冢宰恕罪，婉儿知错了。兄长，还有你，为兄好心好意把青锁嫁给你，你不好好珍惜，却在我府里演这样一出好戏给寡人看，你怎么向寡人交代？兄长，今日实属小弟不是，但凭兄长责罚。哼，你是故意让寡人难堪。今天的事这么多人看到，就算寡人严令下去不得外传，也难免会泄露。你让一个姑娘家如何嫁人？你让寡人与严刺史的脸往哪儿搁？今天是小弟的不是，但凭兄长做主，小弟一切听从安排。也罢，大丈夫敢做敢当，你就把他收了做侧室吧，这样对严刺史也有个交代。兄长，那青锁他？他是我的侄女，我的话他敢不听吗？四弟，俗话说色胆包天，怎么这个时候倒担心起青锁了？多谢兄长赐婚。多谢大冢宰赐婚。婉儿，起来吧。正大光明的多好，为兄又做了一桩喜事，看着也高兴。兄长说的是。婉儿，寡人这里留不得你了，你收拾东西跟四弟回大司空府吧。嗯，现在去大司空府？现在不去，难不成还要等到出别的丑事吗？就这样定了，严婉先去大司空府，容寡人选个好日子把婚事办了，由我做主，给严刺史一个交代。多谢大冢宰，有大冢宰做主是严家莫大的荣耀。
这个大司空朝三暮四，没想到他竟然没有回去。哼，就你没看出来，大司空对严姑娘早有意思。真的？我觉得不像，这个大司空没那么简单，不知道是在想什么。不管他在想什么，都逃不出寡人的手掌心去。阿庸，你生气了？都怪婉儿不好，害阿庸被大冢宰斥责。阿庸，不要，阿庸。你真的就那么喜欢我吗？婉儿对你的心，可照日月。你可要想好了，进了我的大司空府，就别再想出来。若是你想走，不，婉儿不走，婉儿只想和你在一起，无论是天上还是地下。难得你能为了我这样。大司空府是天上还是地下，过不了多久你就知道了。阿庸，我会和青锁妹妹处理好关系的，不会让你为难的。嗯。夫人，你又做噩梦了。现在是什么时辰了？回夫人，已经是午时了。夫人是不是饿了？我想出去走走。夫人的脚上还有伤。没事，我只是想出去透透气。不求你能原谅，只求能查出真相。是非黑白，朕与四弟必定与你一起面对，如此可好？记住朕的话，人生在世，最大的目标就是活下去。如果连活都活不下去，那么真与假，爱与恨，又有什么分别？阿庸，青锁妹妹在那边呢。主上，主上回来了。走。青锁妹妹，身体可好些了吗？你脚受伤了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出来做什么？青锁妹妹，这么久没见了，你就不想姐姐吗？啊，对了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大冢宰已经做主把我许给阿庸了。啊？什么？主上？怎么，一个下人也敢对大司空大呼小叫吗？碧香，天有点凉，我们回房间吧。是。啊，妹妹。够了。阿庸，我只想跟青锁妹妹聊聊天。阿庸，阿庸。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
我以为只有我这见不得光的人才会如此落魄，没想到你也一样。你来得正好，陪我喝一杯。这酒喝多了，一觉醒来也就好了，可情若深了，怕寻遍天下也无药可治。最近你的牢骚怎么多了？所谓关心则乱，不关心则寝食难安。若你是我，该如何选？我只是不明白，为何你不告诉青锁，那日我去凌霄阁救他是受你所托？何必为了一个女人暴露你我的关系呢？这么说你是信不过她了？女人心海底针。吴晨，你为大周付出的我都看在眼里了，你能做到的我也理应能做到。话说这宇文护与妙无音早有勾结，严婉进入大司空府就是妙无音安排的。找到了离殇剑就想着镇魂珠，他们已经很心急了，不惜一切塞个人进来。还好我宇文邕对付女人有一套，至于大冢宰府就要靠你了。说到大冢宰府，有一事不得不说，大冢宰夫人袁氏已经消失了将近一个月了，说是回老家看亲戚，我派人去那里监视了很久都不见其踪影，恐怕此事另有蹊跷。我的精神好多了，不必如此劳神照顾我了。这些都是洛云该做的。长工呢？长工他衣不解带的照顾夫人，我怕他体力不支，就谎称夫人睡着了，想让他歇息一下，谁想到他跑到厨房去给夫人熬参汤了。夫人不会怪洛云多事吧？哪里，你们的孝心我都看在眼里，你对长工的好我也看在眼里。洛云，让我看他已经看到了你的好处，你要好好把握时机呀。是，多谢夫人。夫人你先喝点吧。小心点。这不是？这是小莲的戒指。夫人我不明白。这是长工最心爱的东西，从现在开始这戒指就放在你身边吧。我这么重要的东西？你是郡王府未来的王妃，长工最心爱的东西自然要放在你身边。你要记住，这戒指不能让长工看见，免得他伤心。是。乖孩子，你要记住，不管发生什么，长工永远都是你的。长工能不能有朝一日摆脱皇族的歧视，能不能成为天下的王者，就靠你了。夫人，好了，不说了，你去看看长工吧，他哪里知道怎么熬参汤啊，去帮帮他吧。好，那洛云告退。照顾好夫人。知道了，姑娘。夫人，凤儿，帮我倒杯茶。是。怎么是你在这里？长工呢？殿下走了好一会儿了，不是说要熬参汤的吗？
怎么又走了？长公去哪儿了？这个奴婢也不清楚，刚才有个侍卫给了殿下一封情报，殿下就急着出府了。是军情吗？嗯，长公从来没对军情这么着急过。走了。哎，这些庸医只知道我受伤严重，根本就没想到我是医术高明，假装伤重也没让他们看出来。哎，洛云还没回来，看样子是跟长工形影不离的出去玩了。看他们如此恩爱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小雕来了，大主那边出事了。袁青锁，你竟然又回到了周国的大司空府，你当真为了诸葛无雪什么事情都能做吗？还是你又惹出了什么事情？袁青锁，你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女子？难道你对我的一切都是假的吗？殿下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快去大司空府！啊，我死也要和殿下在一起。不该把你最珍贵的戒指交给别人，我一定会取回你我最珍贵的东西。袁青锁，你要给我个交代。该不该告诉他呢？洛云，长公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你是不是心情不好？是不是母亲？啊，是夫人叫我来找你的，说是……难道母亲伤势复发了？不是，夫人说是想让我和你在一起。长公，还是回府吧。殿下，殿下，夫人不见了，只留下这封信。长公，我已无大碍，你与洛云相亲相爱，母亲心愿已了了，需要找个清静的地方调养，暂时离开，勿念。姑娘，殿下这是怎么了？别哭了，要是被我娘看见，又要责罚你了。他们为什么总是欺负你？你不也是皇族吗？他们为什么只打你啊？要是我长得凶猛一点，也许他们就不会打我了。像这样，真像一只小猪。不哭啦。你要带我去哪儿？看，就是那儿。雪山。哇，你是怎么找到那里的？对，前两天我爬那座雪山，在那儿发现了一种花，
我就想摘下来送给你，没想到还没走下山就枯萎了，看来那些花离不开那里。那些花叫什么名字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这些花和解忧花长得很像，那我们也叫它解忧花吧。我听人们常说解忧不如无忧，我们就叫它无忧花吧。好，就叫无忧花，下次我带你去看无忧花。好。对了，我也要送给四哥哥一个东西，有了它，四哥哥也能开开心心无忧无虑了。这样你就威风多了，他们就再也不敢欺负你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你都不知道，金甲天神。嗯嗯小莲，就算是为了你，我也要问清楚，我一定要弄清楚。皇上说的对，活着才是最不容易的事，我不能就这样死了，更不能这样稀里糊涂的死，我一定要查出自己的身世，更要查清楚江陵之事。夫人，你起来啦。嗯。你的脸色好多了。你不知道，你刚回大司空府的时候，可把奴婢吓坏了。还是皇上的威力大，皇上一来，夫人你就好了。碧香。你说这些话将咱们大司空放在哪儿了？严姑娘。嗯，我来吧。妹妹最近好像憔悴了许多，哎呀，头发也掉了不少，脸上还有皱纹呢。妹妹，女人可不能这样自暴自弃，面如枯槁，邋里邋遢，会被自己夫君嫌弃的。哦，这也怪不得妹妹，妹妹为了自己的心上人长途跋涉赴汤蹈火，没想到竟然是个负心汉。哎，真是世事难料啊，被人抛弃怎能不憔悴难过，要是阿庸这么待我，我恨不得一死了之。严姑娘，还是我来吧。知道您的是关心夫人，不知道的以为您是夫人的仇人，故意前来滋事的呢。放肆！急着讨好你们家主人，竟然不分尊卑，出言无状。哼！严婉，我才是大司空府的侧室夫人，还轮不到你这个没过门的做主。即使你要嫁进大司空府，也请你记清楚，尊卑有序。袁青锁。我是来找我们家夫君的，怎么，夫君不在啊？是他昨晚没来，还是他对你失去了兴趣，所以我才有机会进门？大司空府里面最多的就是女人，多你一个不多，少你一个不少，所以你给我记好，好好做你的侧室夫人，要不惹事就各自相安，要想挑事，就请记清楚。你到底有几斤几两？袁青锁。阿庸。是。妹妹起床了，脸色看起来好多了。嗯，气色不错。昨日来不及跟你细说，大冢宰把婉儿指婚给我做了测试，以后你们就分属姐妹，要好好相处。那是自然，我跟青锁妹妹啊早就情同姐妹了。青锁，
你就没什么想说的吗？恭喜妹妹为人大度，怎会不懂阿英的心思？以后我们姐妹同心，一起服侍好阿英。姐姐说的对，姐姐可一定要把大司空照顾好了，这儿就交给你了。慢着点啊。总管，大部分食材都按单子准备好了，可西域的香料要下个月才能运到。下个月还有七天就是主上生辰了，到时候皇上大钟仔都来，没有香料怎么行？五天之内必须到。是。哎，这里是什么？没什么，好东西都被你泛滥了。没什么，为什么不让看？难不成你藏有私货？我说碧香，我哪来的私货呀？你就别在这添乱了，快走。学什么不好？学那个凶神恶煞的严姑娘，都是仗着有主上包庇就美上了天。哼，要是主上生辰还没有买到香料，看你到时候凶不凶。你站住。干嘛？没事，走吧。没事叫我干嘛？吓我一跳。夫人被严婉欺负，我又被你欺负，哎，我和夫人还真是难姐难妹。夫人，夫人，参见大钟仔夫人。姑娘，青锁，姑母听说大司空要娶严婉，就赶紧从随州赶回来，你不要紧吧？青锁，啊，哦，他娶谁与我无关。你说的这是气话，毕竟他是你的夫君。平素四弟有个风流的名声也就罢了，现在居然把严婉娶回家，那严婉哪是省油的灯啊？过些日子你就知道后患无穷了。我知道你心里委屈，不过你姑父指婚自然有他的道理。我本来就不稀罕做他大司空府的侧室夫人，更何况争宠，我才懒得浪费精神呢。青锁，你是我的侄女，要是心里有什么事儿，受了什么委屈，尽管告诉我，我会为你做主的。嗯，多谢姑母。哦，对了姑母，我想请问我是在什么地方出生的？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件事情了？啊，没什么，就是前些时候遇到一些来自江陵的人，我觉得他们的乡音特别亲切。想想我失去了记忆，连自己在哪里出生都不知道，可为何竟然会觉得江陵的口音特别熟悉，特别亲切呢？所以想向姑母打探一下。你确实随州出生的，之后你父母双亡，是我故人把你看大的，或许是照顾你的奶娘是江陵人，所以你才会觉得江陵口音很亲切。辛苦姑母了。你这孩子就是命薄，虽说嫁入了大司空府，可整日奔波不得安宁。记住姑母说的话，你跑来跑去还不是要回到大司空府里来，日后可不得再使性子，好好的待在大司空府里过日子才是。师父，师父，
请你成全我和四哥哥吧。等你找到镇魂珠再说吧。是。为什么这香气会让我想起这样的事情？这是真的还是梦境？青锁，你怎么了？不知顾母用的是什么香料？青锁闻到这股香料的味道，觉得特别熟悉。傻孩子，你当真是失去记忆了？姑母身上的味道，你自然是最熟悉不过了。姑母说的是，青锁闻到这股味道，就觉得心里暖得很。不知姑母用的是什么配方啊？配方，我倒不知道。我只知道这是我们家乡的一种野花制成。你要是喜欢，我就让人给你送过一些了。多谢姑母。还没过门呢，就这样，真不知羞耻。参见嫂夫人。参见大冢宰夫人。妹妹，果然是一对璧人，难怪大冢宰要成全你们呢。姑母，那我就先告退了。去吧。夫人小心。四弟，我准备了一些礼物要送给你和婉儿，祝你们圆圆满满，白头到老。谢谢嫂夫人。你身子骨刚好，又大老远的从大司空府跑到皇宫来，不如回屋歇着吧。参见皇上。青锁，朕听闻青锁姑娘非常喜欢马，你倒是帮朕看看这匹马如何。耳立，鼻阔，四肢矫健，毛色纯而不杂，气态非常。皇上，这是一匹好马，是我见过的马当中分属第二的良驹。